海草，最大声一起唱。像一颗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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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风飘呀。小女生加油！端午连续假期三天，为了要让亲子嘛会当体验佳节的气氛，彰化县政府八号在鹿港龙山寺庙埕为学龄前的儿童举办鹿港庆端阳儿童陆上飞龙船趣味比赛。县长王惠美甲小朋友做伙过飞龙船，度过一个快乐的端午节。加油！加油！我你看，我咧现场偌拼的咧吼！那小朋友这边跋山涉水，我们的路上行舟就是这么好玩。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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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掌声！加尖叫！准备要抵达终点，准备要夺旗了。端午节，咱拢爱来飞龙船哦。但是对于这小朋友，要来让伊当水人耍哦，咱拢较烦恼。所以今年呢，咱就伫龙山寺的广场设计一个安尼幼儿的这个飞龙船哦，让他们也能够体会到划龙舟、同舟共济的这个精神哦。啊，看到小朋友伫遮耍啊欢喜，咱同时哦嘛有设计一款啊童玩的部分，互因呢比赛了，佫会使当遮啊佚佗一款传统的民俗文化，互因呢有法度呢啊透过安尼这个。学习啊，更加体会到咱过去的民俗的这个啊相关的这个习俗安尼。带全家来参加划龙舟比赛，加油！啊，带小朋友远离手机，啊，出来带全家出来走走，就参加活动啊，然后带小朋友出来走一走，让他不用一直在家里是看山西东西啊。好，好啊，很好啊。因为划龙舟不能小朋友不能玩水嘛，就路上跑啊。彰化头一届鹿港庆端阳儿童陆上飞龙船趣味比赛，以六个小朋友做一组，总共分做23组，大约有140人。比赛的是两组同齐游纸做的飞龙船走向终点，由船头的小朋友担任夺旗手。参加的小朋友穿过彩色拱桥赛道，赛道边的家长和亲友大声为小朋友喊加油，现场的加油声和笑声响连天，小朋友体验坐江台船的精神，也了解到端午节的传统文化精神。公益频道罗清龙鹿港采访报道，关怀电台台语配音。